接电话呀。真生我气了。顾总，有事儿。我就是想谢谢您。那天在公司，我还以为我待不久了，没想到。谢谢顾总您赏识我，如果方便，我想请您吃个饭，不知道您能不能赏这个光。南宫，我提拔你，是因为你工作能力强，办事效率快，是一个公司可以培养的员工。你不用特地的感谢我，只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。那顾总，您是不肯赏这个光了？我今天有事，改天吧。